我今天日吼，学生一百分啦吼，因为对我带团真侪人拢袂记得去，啊，不过吼，我伫遮吼，要互迄袂记得人吼，找到一个足好记得的方法。有一届一个老夫妻来，甲遮对头到尾拢咧问我讲，老师方块是袂哩去啊，去哪去啊？啊，伊来问一届，我就讲一届，讲到尾啊，伊讲老师，我看吼，我是我这个无啥，你讲一届，我都袂记得一届就对啊。后来我就甲讲，伊就讲你甲我想一下，你甲我参考一下，我这个办法好无安尼吼？我就甲讲，伊就讲牵伊的手啊，牵太太的手，太太足久无去，牵到手足欢喜的吼。啊，就讲啊笑笑啊来，啊伊佫讲一句，我某真水，伊来做红块，好某去哦，总够水，讲欢欢喜嘞，美丽美丽嘛吼。伊总啊，伊讲伊要做新罗去啦，伊讲伊要做伊，讲哇，大家拢甲按个赞啊。结果啊，一直行到这的时阵，煞乱去嘞，先那乱去。因为我在这介绍一件代志，这只树啊叫做司马光，伊是红块啦，伊是红块，得要死去啊！哈，啊，你个看伊的树尾哦，拢往上，有看到无？哈，啊，我跟你讲吼，伊落去的树尾吼，拢往下垂嘞，动倒落来，有看到无？伊听到伊落去动倒落来，讲老师，我要做红块，我要做红块。伊迄个另外迄边啊做起来，另外面拢无同款。一招咩？这样的酒只还袂醉。他传话孙呀，快进，嗯，回来啊，回啦。啊，你管他差不多，你家己吹了。有啊，后壁遐坐人的你无看？哎，看者啊！哎，看者来。你来抢镜头，这样子，我们的神木良史一重伤哈，哎，重伤的后壁迄张。后边一张掉重伤的啦，叫做华佗啦，哈，华佗的头吼，去用风台甲吹断去，就插在郑成功的身上啊，插在这来哦，对哈，啊，所以其实恁今麦来个这五张新落去有名，伫这开始，啊，这张叫做郑成功啦，哈，哎，是阮这上届少年的哦，也未到四百岁，所以大家若看到这张，其实恁吼。早起来拢讲伊足水个啦，啊，不过因为这个环境吼，咱即摆卖看伊边啊遐杂七杂八个啦吼，你只要看到这张郑成功的树形，你就讲这张水，滴滴滴啦吼，所以这张摕来创啥物？做证，无树，知影吼？啊，其实这细仔啊拢爱靠伊，靠这种无树，啊哪靠伊呢？爱靠人工采证，爬去你十几层楼的树啊尾顶，哦，有树枝，顶面有树枝哦。这是果啊，球果啊，哈！啊，把这个球果摕去民慈苗圃，甲种好哇，再搁移植伫遮来哈。所以这一粒果内底包几粒的籽，三十几粒的籽。所以这种这种品种球啊，伊的籽啊，超细粒万年。所以大家讲，啊，你都好掰落来，都好，你奈搁掰起你办，真麻烦啦。会啦，伊搁有三十个掰啊，哈。那所以有原因，第一点，四年一届。今年有这爱继续三年拢在休困，啊，伊的落种，不过落种迄一年都爱拄到天时地利人和，尤其是爱落雪，这个重点哈。那第三点，咱这看到四五十岁这，甲囡仔同款也无这啦，啊，几岁才有这？六七十岁才有这啦。那所以讲人生七十才开始，讲的是黑是功利呀。所以这个哎，我咧猜正好像啊，嘴笑型较好，有优生学，安尼了解哈。错到惊啦，惊吼，伊还阁活，但是啊，伊个工课都是凑茶。那哎，伊爱饲母仔，吼，那后来啊，因就爱伫遮起一间土地公庙，甲土地公伯啊讲，歹势啦，迄是我的工作，我都无法度，所以请你原谅啊，所以他才坐落在这里。啊，阮的土地公有土地伯伯伊，超幸福的啦，知影无？对，哈呀。拢伫这个较白的环境哦，咱等你起哩都无去落去啊啦，吼。啊，这阵叫做关公啦。哦，黑落去。那我今嘛正好恁，甲恁看者，恁有看遐有两张、四张啊？这两张，四张啊，这两张。嗯。这两张，迄一张大概四十五岁左右。哦，啊，就四十五岁。老弟呀，老弟呀，家己发起。二代目的对，二代目。不是，伊报出来报应。不是，也是经济老弟呀，啊，都可能拄到迄一年，刚好就是环境可以让他。啊，发芽卡住了，就在那里生长，他就一直这样啊，
咱来要看伊的影响着啦，伊的根吼，到目前为止还袂存到土卡，伊会慢慢啊出来，慢慢出来啊。不是，伊是一个囝生伫遐，啊伊的根一千根嘛吼，啊边啊你有看一挂腐殖土啊，迄拢伊的土着着，啊伊的根会霸伫迄个树啊，慢慢啊出落来，存到土的，再甲再养分再搁吸上去，所以有可能有一天伊会影响到母树。哦，但是咱拢看袂到，迄可能要几百年以后的代志啊。那所以，伫遮甲恁讲的，就讲伊的漳州怎样讲，爱靠人工采种啊，这嘛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的原因就讲，伊的路径伫遮土卡，但是伊无出头天的一天，日头袂当入来，边啊遮的植物都遐暗起啊，对。啊，无日头袂活。但是伊若落地遐，伊就出头天的一天哦，吼。所以恁若去恁台湾，足侪快活的所在哈，风太过了，树啊多了了的时阵，伊若接近落地遐，伊反而可以生长出来，所以会呈现多代木的对，这是伊的特色。在这里跟你们讲，就是两级哦，五种哈。您今日已经看到两种，方块扁薄，拢是一级哦。过来萧南嘛是一级哦，啊，过来台湾山一级哦，过一个台中的香山、阮大山，这是三五种的一级哦啦吼。啊，恁五种的一级哦内底，搁我萧南伫白地种的起来，剩的遮拢接袂起来，对吼？这是安尼啦吼。嘿，啊，萧南，你老干来买萧南吼？你个问讲你种伫倒位啊？伊的海拔啊七八百开始。就是较好，啊，若你白地就较无遐好，会较胖，伊成长较紧，嘛成长较紧。啊，看五秒，遐有一只熊，有看到无？有啊，是要去开呢。肚子饿啦。肚子饿啦。哎，遐嘛，我是只讲穿红色的，遮敢有熊？恁感觉呢？有无？有。安尼恁巧。真的有哈，那因为这游客多了哈，给他赶到深山去了啦哈。以前有啊哈，啊，我就要问一下，啊，如果一只熊走出来，在你的面头前，你要哪吵？嗯，假死。假死一定爱听哈。台湾黑熊看到假死哈，会去啊，甲探两下，佮佮摸伊的心脏，啊，佮蹦蹦蹦蹦安尼嘛哈。嘿嘿，伊佮你摸哦，非常厉害哦，袂使假死哦哈。啊，有人讲我背哦。走好只吼，袂使，伊的时速到50km啊吼，哎啊，爬树啊会使无？袂使啊，所以今仔要教恁哦，安那甲对付后盖无条机会用着吼。我请教两个专家，一个就是这原住民，原住民常常是上在山里头跑。有一天我就讲，我的工作人员有几位是原住民，我说老师，等一下下去如果碰到熊怎么办？他说老师。别紧张，你看到他就立正站好就好了，就这样讲。啊，讲完以后马上又给我补一句，可是你要长得比他壮呢。我想这位先生就没问题了，那我就有问题啊。所以有另外一个办法比较好用哦。那个人，我请教的那个人是在我们园区以前凑茶的时阵，已经煮饭给工人吃的阿姨。服务20多年，那我就跑去问他说：“听讲你伫我园区哈，有看到小对啊？哦，一间店店的园区拔野菜蕨类的时候，我拄到熊啦哈！伊讲草丛有动静，一看黑黑的，就大心，结果挂 LV 一个 V， 我讲对，迄只就是啊，这个台湾黑熊。因为我看到伊夹一条，大声的叫了一声，菜一丢往那边冲，熊竟然往那边冲，迄只熊当然爱受惊啦。所以后盖拄到哈，我看你是用诶。”大声叫，你袂使啊，安尼袂使啊，啊较大声一点。会使，再甲我讲。无几间，啊，若无见，等下才出去哈。哦，叫这要创啥呀？来，甲你讲一下哈。第一点，就是讲你若带小朋友来，幼婴啊，有无？一直哭，一直哭，我就叫伊妈妈讲，迄桶仔甲放落来，甲囥喺桶仔底，幼去就到位啊。一定不是甲你骗的吼。迄就是讲你即马涂骹，即个会积水的时阵，爱甲石头啊摕来铺。啊！但是石头啊，要像恁安行一段遐大坑段，足危险、足险的，所以伊会安尼，你遐像
流浪的方式，哈，这一两个甲累落来，啊来，再个甲送咧这个路去，哈，这原因是用这个方法的哈，用石头啊，这个流浪啊，糖啊，要不要求啊，哈，这唔是哈，我爱挂咧真忝。有呀，海拔千七啊，哈！啊，咱这只落车遐海拔1600，1600。啊，咱即摆行只叫做雪山山脉，这边叫做中央山脉，给隔开了，给隔开了哈。好，还有洗手间，要洗手间。中央山脉。对。亚的啊，森林里面跑的话，这站叫做日本溜山。溜山跟咱博科博同款吼，啊，日本溜山嘛，以前古早做电火条啊，因为生作真甜，不过以前做哩拢做，这叫溜山。你台湾无吼，水土袂合，30年、35年都爱错掉，伊内底烂去。啊，现在早期并唔是为着要做电火条啊，才种伊，因为伊生长真紧。长泥，整个森林就出来了，哦、所以哈、哦，伊是做水土保持来用的就对啊。啊，是因为生作真低啦吼，啊，咱才叫伊啊这个起来做电火条啊。啊，讲到这日本柳杉，我嘛要讲一下台湾的一级物叫做台湾杉，白白是杉仔科的，啊、哦，台湾杉是咱台湾的一级物。那内湖漂流木的事情以后，我若拄到游客，我都无拢会甲恁讲这件代志哈。第二天听到消息的第二天，伊有讲怕山，各位有听过怕山嘛哈？伊讲阿山是怕山，我恨不得那时候跟所有的台湾的人来讲说，阿山不是怕山，阿山是咱台湾的一级物，阿山就是台湾山。日本人甲咱好诶，日本人讲阿山没好。啊也出像做做物件袂反，对，一级棒啊！所以先阿讲啦，迄是人家咱做的啦。日本人讲因的山是冠军啦，恁做第二名的就好啊吼。所以后来才叫做阿山，叫做台湾山，其实阿山是咱台湾一级棒，咱是亚洲第一名的山啦。各位三个查甫陪说啊，我幸福的吼，一个叫做忽必烈，啊，苏东坡、宋文帝哈，小心哦。因为两旁有一些咬人猫哈，啊，不离大长，爱说哩。这是咬人猫啊。哎，咱家有只大长的，迄咬人猫哈，啊，咱袂咁害啦。嘿啦。嘿啦。有人讲伊紧张哦，你摸起来摸起，我紧张都尿不出来嘞。前面塞车，人太多。哈，咱坐落来哈，有看到一只鸟，有人有看到，叫做南埔那个地质啦哈。我看到都无对啊，我看到都无对啊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我今麦来讲个水的代志哈。有一届我带哈这个世界展望会的学生，都是原住民孩子来跟我家乞头，伊无像恁遮乖。我伫后壁只甲琵琶串，伊就走去头前，结果伊就是看到迄啦吼，看到迄个鸟啊，伊就扛倒转来，我头甲讲老师。你是要抓伊无？安尼啦吼，我讲哈，这袂使抓，这抓会去用抓去乖嘞。伊讲吼，你常常爱爬山，我吼我甲你教，甲你若无通啊食的时阵吼，你通抓伊啦吼。我讲哦，这一定爱听。伊讲后盖你若来解说的时阵吼，提两项物啊，一个叫做吐司啦，我家一只有吼，吐司面包吼，啊，搁一项物啊，恁有啦。叫做五八啦，哦，酒啊，高粱酒，你带这两样就好。啊，这种酒啊，爱滴喺边啊，安尼托起托起住啊，吼，你就把迄吐司沾着高粱酒，甲放喺遐。啊，你无滴遐等哦，吼，你赶快去带团。啊，你会记得爱倒转来甲查看一下，你就会看伊安尼甜者咧，甜者甜者，你就甲抓起来就好。哦，我个醉啊，对对。醉鸡。哦，迄条在醉鸡啦。对吧？哎。哎，我天天拢用迄只，爱食五八啦。哎，我八只有教来啦。嗯。啊，你啊，奇怪是阿伯讲不输个只只只只啦。小心啊，鬼气哦！这种茶，这种茶较骨啦。嘿嘿，慢慢打落，慢大滴个打落，这慢大滴个打，阿伯传去哈，阿伯传，慢个打个打打。够呀，搁300多公尺吼，咱就够呀啦吼。啊，头前塞车，莫讲这个，因。
伊个头前迄个老师，因某有甲我交代，叫我袂使对伊想我啦吼，咱也无敢对想我。啊，这台手啊叫做成吉思汗的手啊，真水。哇，大家拢讲，哇，这张是 Hino Kit 吗？恁家看这张敢 Hino Kit？ 袂使看白样哦，伊是红款。但是大家误会 Hino Kit 的原因，就是讲伊这张手啊，生作真低啦，哦，真低。但是之前有甲恁讲过啊 ，Hino Kit 的手啊，爱安那。冻倒落来，衫吹吹着吼。但是这张是安尼哦吼，伊毋是30度的下垂，啊，过来伊的面皮较薄。我之前讲厚面皮是厚壳的是轻落去，薄面皮是方块。所以这张是生作真水、真正材的美丽戏。然后借问者，啊，咱这张这么水，留落来创啥物？做证，做证，真搞的。佫有一届吼，有一个囡仔吼，嘿，就无欢喜的。我甲讲，这阵我那无求母数啊，伊就讲，老师老师，你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讲的母数都是男生的名字？母数应该也要有一个妈妈吧？吼，你应该取个女生的才对啊。我说，哦，你今天这个名单问了袂歹哦。我甲你讲啦，恁今天的手啊，吼，恁看这个品种的手啊，你是刚木刚长。雌雄同体哦，伊无分开哦，哈，啊，恁拢听有哈？小朋友听不懂雌雄同珠异花，啊，就好学，啊，就底想问，啊，我拢唔惊伊问，因为我以前是幼稚园的老师哈，专门去骗囡啦，伊问啥，我就用小孩子语言跟他聊，啊，讲到尾啊，伊搁较好笑，老师，我终于听懂，原来快木是 gay。我就甲拍了，我是真的，我那是假。我讲的、母的拢有。好嘞，咱就来哦。来，这里面啊，有一条石头，进骨，请大家卖惊石头，你就是走整木就好哈、哦，走整木哈，哎，骨骨哦哈，大家爱看的哈。伤心的人哦。看到曹操就知道便当快到了，因为表示快到了啊、哦。我们到下面来，曹操这张哈，哎、哦欸，你个看伊腰真粗啦哦。不过额头一甲看，你莫甲讲伊是白目哦，白目就是讲眉啦，讲眉啦吼。顶冠拢白白有没有？啊，大家看到顶冠就讲啊，做错敢死去啊？也袂，起码等你带家伙白房啊，靠边啊。靠边啊，有一支手伸出来，顶冠有一挖，顶冠还佫有树叶啊，吼，所以这丛树啊还袂死。那我十多年前来这看的时阵，伊就是看安尼，即马嘛是安尼，所以要曹操互死去真困难的代志哦，吼。不过这丛树啊已经加1900多岁左右哈，你即马拿一支剑来，把剑哦断，安怎？内底安怎？康的对，那安尼这张叫做劣财不成财，头家讲我甲错当的无效啦，所以我甲留迄只的树啊，都分作这3种种的树啊，伊去用留落来。那有人来遮甲我讲，哎呀，日本人较巧，留予咱看的拢是空的，去拢去拢甲错了了。其实这项我嘛爱讲较清楚者，伫咱台湾嘛好。日本嘛好，以前错材的方式叫做揭发，全部拢错啦。啊，现在你看到的是方块啊，因为人拢歪地，内底拢空空。啊，现在因拢是剩较少，因为来不及长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呀、啊，伊要400-500年才有它成材啊，吼。所以当年你看到的拢是方块，的原因是安尼哦。过来，我细汉，我阿公常常甲我讲，叫我甲日本人结交无少。啊，都该学错茶啊！为什么该学错茶？伊讲你不能错一张茶，边啊马上种2张，左邻左邻嘛吼。啊，以前我唔知影原因，我是来个家才知影哦。因为伊是一个千金，伊生长真慢，所以我伫树头的边啊种2张的时阵，伊的根甲根安那交在一起，所以它就可以顺利的让它成长。那第二点就是水稻播起。这是咱特地咱学的啦吼。那台湾有造林，但是台湾造林的时间较慢嘛吼。所以这也是把这个原因甲恁讲着。那讲着这了，就只毛讲过方块内底空嘛，内底空。所以有人讲，哎呀，啊你只只一个一块，方块嘛甲它逐工
一两千万啦吼，哎，应该叫朽木不可雕也，甲对啦。现在甲他袂遐古，这个先生之前有讲一句话，讲啊，台湾三阿三嘛。那铜块嘛是咱的一级宝，皮卢克嘛是咱的一级宝，所以这两种树材用法不同。铜块的是干，热胀冷缩，啊收敛好，所以皮卢克呢，伊它接触阳光跟水，所以它每天表皮还是不热烫，还是纯，你得爱的。快哦！阿希诺克是全世界密度，就是块木密度里面最密的哦，比一般的、比国的都还高，密度还要密。阿爷，旁边嘛拢搁养两百五，所以伊的密度还不至于到修电的手法嘛。啊，唔，这个加地就是个杂啊。不过伊适合平时来做家具，啊，伊无适合说。接触太多的阳光跟水灌，这些两种植物在我们建材上的用法，也顺带跟你们讲一下啊、哦。好，搁两百外公尺就到位啊。台语哈，就是有水的所在。伊讲九江嘛，我讲九江。袂用只一条江。哈哈哈哈哈。就短江，你讲去江港。我用不着讲。所以我讲九江。啊，那不容易。九江你讲个八里啊？起码。来转休息啊！你慢，慢慢讲。慢慢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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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步一步讲就好。行两步休一步安尼，就袂忝。妈，我看到我教你吃。我无只拿买玩具，我讲拢用这台灯。我看见。教人点一点名，因为今天报出了恁的童年吼，就连饼啊，伊嘛是用这，但是伊伤过尖，伊做建材无好，伊是来做孤单。嘿，功夫孤单，孤顶关迄个还是低头白，有没有这些东西而已？哦，那九重这张超过四百回，然后大家看哈，九江的皮啊，真滑啊，滑滑的，高山啊，看到伊就导航，我爬袂起，吼、哦，所以啊、九重另外一个名啊叫做猴不爬。嗯，叫中国猴不爬。日本讲叫做 Salus Valley， 猴子溜滑梯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讲到高山啊，我嘛爱讲一个笑话给恁听吼、哦。有一届我坐高雄的游客，一个大姐吼、哦，哎呀，行真慢啦，啊，搁加第三梯嘞。我讲恁若无爱行较紧嘞，猴子会来帮你脱裤子嘞。哇，这些有冲的，来到我的面头前讲，老师这敢有高山啊？我讲有啦，我讲到吐出来吼。原来伊足惊高山，伊讲。啊，阮恁遮的高山啊，甲阮遐的高山啊，吼，品种有共无啦，吼。我讲品种共款，叫做台湾猕猴，吼。啊，不过个性无共，会甲你抢物啊。结果伊讲，感觉恁娘娘看到我的信用卡，我甲我摕去撸。哇，恁遮厉害哦，我遮袂晓啊。结果伊的迄边啊一个厝边讲，我看是恁家迄只老狗甲伊摕去撸的。恁遮有老狗无？无。叫老狗摕去。老狗提，伊都是商周，这个红果女，应该无讲。以前，搬搬搬遐有无了？啊，来进厂的先稍歇一下吼，我嘛讲了一项物啊，一定爱讲，所以休困一下吼。我纯粹互恁休困，遐椅啊通啊坐。椅啊坐坐好啦。嘿嘿，莫惊爬啦吼，无急啦，车袂来吼。真个有影食，
稍等下，我看一下。这个有影真吼，这一定爱讲，无讲袂互恁对去。做一做一个提皮者，啊，你无按界哦嘿。那个什么？瑞瑞姐，然后传给后边，什么米来？有没有像香茅的味道？不香哦，啊，传给后边的人拿来品一下哈。来，上尾啊，才听完，才要让你去吃便当休困一下。够呀，真香哈！我先给恁恭喜一下。每次我看到这一个食物哈，奶奶平方，我终于转到边去，转到边去，到便当了，一个做便当树。哦，这个小妹啊，一张五十一盒，啊，其实真正有名，伊叫做袁崇焕啦，吼，袁崇焕伫明朝伤可怜啦，去用千刀万剐，所以这可怜的人卖做最后的主角。小妹啊，跟你讲，就是你即马片起来，就像香茅加柠檬的味道的东西，它叫做马告。马告，哦，这当然马告。进场，进场，进场。哦，今天有回包。回包啊！伊是落叶的，伊是落叶的。这张，因为你们参加马告生态之旅，你讲大张啊？你讲这张啊？不是大张的啦。对。然后啊，这张情况好，因为常常有人来跟我讲讲，哎，老师，原来马告我今天来这才是植物嘞，我拢叫是伊是地名嘞，而且这跟恁桃园有关系哦，啊，所以给听着。马告在恁桃园嘛好，在阮宜兰嘛好，拢叫伊番啊胡椒，山顶的胡椒。那恁若去原住民的部落内底吼，恁若甲伊感情袂歹，伊会招待你吃马告鸡汤。安尼，我呢，大家结婚的番啊。好，伊会招待你。啊，恁若去乌来吼，有马告香肠。真好食，啊！你若去斯马库斯吼，有马告咖啡可以喝，无好啉啊！啊，原住民朋友喜欢打猎啊，啊，猎物无可能逐工拢对起，啊，伊就爱安那，惊臭去嘛，它有防腐的效果，所以马告伫部落内底常常用到的物啊。啊，先啊，以前叫伊山胡椒，即马叫伊马告。这要提到马告国家公园啦，啊，十多年前咱建木分里面成立这个马告国家公园，啊，来，我想你啊，因为有一些原住民族反对的态度，所以建木工慢点卖。主要是要提这个马告。包含四个县市，桃园的复兴乡、乌来、台北的乌来、新竹的坚实，还有我们宜兰的大同，然后这四个县市哦，面积有53000公顷。好，那现在只有把位置划出来。那我刚才念到的四个县市的原住民朋友，全部都是泰雅族，泰雅语它就叫马告。啊，恁吃胡椒拢是外国进口，这是咱台湾。所以他就用马告这个名称来命名下去。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公园真正成立的话，您今天来家就是伊的一小部分嘛，所以卡安娜嘛跟马告共食，啊，您今天无在家吃便当嘛，吼，我家老吃便当有两粒马告好平汤者，我两粒马告鱼丸汤内底放两粒，吼，啊，伊讲袂使放伤济啦，你若甲迄原住民讲，啊，我下个节天嘛会使加两粒，伊讲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吃太多会砰砰叫。好，今天的解说就到此为止，谢谢。谢谢。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要回家，一定要等他回家。谢谢。谢谢。我看这三个拢在遐。咦，我有在拢等你听啦。登梯哦，安梯是我快要用的哦，两边是台阶了哈。
700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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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00,
三八九六，我叫截图七八后，我太辛苦了。幸好没有，幸好没有买完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这么，啊，你先签的时候，我就截个贴七八后。啊，你打给什么意义不？互相怀疑，不是吧？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你刚刚要打给。然后今天才能出来倒数，他倒数两块，七两五，不然他就给我们七两半一块，不能剩块。但是我们不要他讲听的，讲来台南行了，讲阿妹过来都，啊大家用了三包，啊，啊这我是半天起码讲个够五块，一件五块钱的东西，啊如果你们要不走，我们走不了。来看这些，你各种餐你负责了。来，谢谢大家看哈。好，等下等下，哎，先去做筛子。要坐头前好咧，要坐头前好咧。物件。